嘿，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这个地方。然后呢，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新的单字。那待会儿呢，由我 Gilbert 还有我们今天新的老师 Ryan 要跟大家做介绍。那首先呢，我要先请 Ryan 老师来给我们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OK， 那Ryan，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a little bit.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Ryan Green. I am an American, all the wa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Here in Taiwan, and I love Taiwan, and I like the color blue best. OK, 很好，那待会记得大家记得打开你的嘴巴，然后用力的跟着我们念，这样子你念出来的话，你才可以学得好哦。所以待会会请 Ryan 老师我们做介绍。那 Ryan 老师在讲的时候，你记得要跟着他来朗读这些字以及这些词，这样子才让英文能够更加进步哦。OK, 那首先我们先看我们今天要上的第一个东西。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是有关家具类的东西。那家具类是我们说 furniture。那有些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一下吧。我们现在看第一个字是 bath。bath。那你们跟着 Ryan 老师来念呢 ？bath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洗澡的时候那个大的浴缸有没有？我们就叫做 bath。OK, 那或者是说你可以当作是如果你要洗澡，那洗澡这个字的字它也叫做 bath。 那有没有记起来的呢？好，我们看下一个字是 bed。 bed。 那什么是 bed 呢？如果你想要睡觉的时候，哦，我要睡觉了，那要去什么地方睡觉？我们去睡觉的地方是不是一张很大的床呢？那床英文就叫做 bed。 bed有没有记起来了呢？好，现在我们看下一个单词是 chair。 chair。 chair 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坐的那个椅子，椅子就叫 chair。 那有没有把它记起来了？ chair。 OK,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是 couch。 couch。 couch 就是我们要坐的，可是它不是 chair, 它比 chair 再大一点。一般我们来讲是那种比较大比较长的沙发，我们叫做 couch。 couch 记得打开你的嘴巴跟着 Ryan 老师一起念哦。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单字，来 desk。 desk。 desk 这个字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在念书的时候用的那个桌子，在看书啊，在看报纸，在做作业的时候那个桌子叫 desk。OK, 不要搞错喽。那我们看下一个单字是 lamp。 lamp。 那你在这个 desk 上面看书的时候呢，你旁边又需要一个小台灯，对不对？那小台灯呢，我们怎么说呢？就叫做 lamp。 OK, lamp。 那我们看下一个字是 light。 light。 light, 对，如果跟那小台灯不一样的话，就是如果我们进到一个房间里面很暗的话，我们就必须把 light 打开， turn on the light。 那个 light 就是我们说的灯光。OK, 我们说灯光叫做 light。 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字是 sofa。 sofa。 sofa 就是我们在客厅里面所会看到的那个沙发，沙发就叫 sofa。 OK, 很软很大的沙发。 OK, 有没有记起来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下一个单字是 table。 table。 table 的意思就是我们吃饭啊的那种桌子叫做 table。可是呢，如果说我们是要念书、读书、写作的地方的话，那个叫做 desk。 要分清楚其中的不一样哦。 OK, 好，我们看下一个单字是 camera。 camera。 OK, camera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我们出去外面玩的话，我们会怎样？想要照相，对不对？那我们用的那个照相机的英文名字叫做 camera。 这个字比较不好念，大家记得要听清楚，就是要念把它念好哦， camera。 OK,好，我们看下一个单词是 fan。 fan。 哇，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之前上过的东西， fan 这个字我们用作可以当作是某个人的影迷啊，或是某个人的歌迷。可是在这边的 fan 呢，你可以当作是电风扇的意思。如果说天气热的话，你要开电风扇，那电风扇就叫做 fan。 记起来了吗？好，我们看下一个 machine。 machine。Machine 这个字呢，它的意思是机器的意思。只要是所有的机器类的东西，我们就叫做 machine。OK, 要把它记起来哦。Machine 是什么？机器。好，我们看下一个单词是 radio。radio。OK,
radio 的意思就是收音机的意思。那我们要打开那个收音机的话，那个收音机就叫做 radio。OK， 记起来了没有？好，我们看下一个单字是 refrigerator。refrigerator。refrigerator 这个字呢，就是冰箱的意思。我们平常要吃东西啊，然后把它冰起来，那个地方那个冰箱就叫做 refrigerator。OK， 要仔细把它发音发好哦，因为这个字比较不好念。OK， refrigerator。好，我们看下一个字是 tape。tape。好 ，tape 意思就是它那个录音带的意思。OK， 录音带叫做 tape， 可是 tape 它可以当作是胶带。OK， 不过在这地方我们当作是录音带来使用。好，我们看下一个单词是 tape recorder。tape recorder。tape recorder 这个字呢，就是你知道它有个 tape， 那 recorder 就是录音机的意思，所以呢 ，tape recorder 它就是我们的那个录音机，我们要放一般的那个录音带进去的用，然后把它录音的那个录音机叫做 tape recorder。OK， 我们记起来了。好，看下一个单词是 telephone。telephone。这个字非常常用，对不对 ？telephone 就是我们平常打电话的那个电话机，就叫做 telephone。我们把它记起来了 ，telephone。好，我们看下一个单词是 television。television。television 这个字就是电视机的意思。OK， 相信每个人家里面都有一台电视机，所以这个字你要记起来哦。电视机叫 television， 那你也可以叫做 TV。OK， 好，我们看下一个单词是。Video，video，video video 这个字可以当作是电影的意思。OK， 那这个字要怎么使用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例句要怎么使用。来看一下例句。I watched a video of a famous movie. I watched a video of a famous movie. 哇，这句话的意思叫做是。I watched a video of a famous movie. 我看了一部很有名的电影的录影带。OK， 我看了一部很著名的电影的录影带。我们把它记起来了。好，看一下下一个字。Washing machine. Washing machine. Washing machine 的意思就是洗衣机。像大家经常使用到洗衣机，但是不要忘记怎么使用，怎么讲这句话。OK， washing machine。记起来了没有？好，我们看下一个单词是 basket。basket。OK， 那大家要使用 washing machine 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先把衣服先丢到什么地方？丢在一个篮子，对不对？那篮子要怎么说？就叫做 basket。OK， 所以所有的篮子就叫做 basket。OK， 好，我们看下一个字 key。key。Okay, key 的意思就是钥匙，钥匙要开你那个钥匙叫做 key。Okay, 记起来了吗？好，换下一个单词是 towel。towel。towel 的意思就是毛巾的意思，我们洗脸用的毛巾叫做 towel。Okay, towel。记起来了没有？好，换下一个单词。build。build。build 意思就是建造、建筑。的意思，盖房子用的那个建筑叫做 build。OK， 那这个字要怎么使用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例句是 ：The house is built of wood. The house is built of wood. OK， 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房子它是用木头所盖成的。这个房子是由木头盖成的。The house is built of wood.Okay, 就是木头的意思，有记起来了没有？好，我们继续看下一个字是 fix。fix。OK， 有没有跟着 Ryan 老师一起念呢 ？fix 的意思就是修理的意思。OK， 修理一些东西坏掉了，你要修理。OK，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字要怎么使用呢？看一下它的例句哦。I fixed the shelf to the wall. I fixed the shelf.To the wall. OK，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把墙上的书架把它给修理好了。OK， 我把墙上的书架把它给修理好了。OK， 好，现在我们看下一个字是 wash。wash。
Wash 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洗的意思。我们平常要洗东西啊，你要洗手啊，洗衣服啊，用的就是 wash 这个字。OK， 那记得 wash 这个字要怎么念啊？那我们看下一个单字是 road。Road。OK，road 这个字就是道路的意思，道路。比如说中正路啊，我们叫中正 road； 澄清路啊，我们叫澄清 road。OK， 那这些大条道路就叫做 road。OK， 有记起来了没有？好，下一个单字是 street。Street。Street 的意思就是街道的意思，它比道路再小一点。OK， 道路 road 是比较大条的，那 street 是比较小条的，所以什么什么街啦，什么什么街，我们用的就是 street。OK，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单字。OK，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单字，仔细看哦，然后记得打开嘴巴，跟着 Ryan 老师一起念。OK， 我们看第一个字是。Elementary school. Elementary school. OK， 看到这个字就知道我们现在讲的东西是有关于学校的东西。那这个字呢，它所讲的就是，国小的意思。OK， elementary school， 国小。那我们现在小朋友去上国小的话，这个字就叫做 elementary school。记起来了没有？好，我们看下一个单字是 junior high school。Junior high school。OK， 当小朋友们和国小毕业之后呢，接下来要上的就是国中。那国中这个字怎么说呢？叫做 junior high school。OK， 我记起来了没有？好，那我看下一个单字 ，senior high school。Senior high school。OK， 当国中毕业了之后呢，接下来要升高中，对不对？那高中这个字呢，怎么说？就叫做 senior high school。Senior high school。OK， 有记起来了没有？OK， 接下来看下一个单字 ，classroom， classroom， OK， classroom 这个字就是我们上课的地方，就是我们教室里面有黑板啊，有桌椅的那个地方叫做教室，就叫做 classroom。OK， 可以换下一个单字是 playground， playground。OK， 在学校呢，小朋友下课之后呢，他们最喜欢到什么地方去？就是去游乐场，对不对？就是有一些荡秋千啊，不用滑梯啊，那个地方就叫做 playground。playground。OK， 那看下一个单字是 class。class。class 的意思就是班级，班级的这个字就是 class。OK， 好，然后看下一个单字是 blackboard。Blackboard， blackboard 这个字呢就叫做黑板。OK， 我们所使用用粉笔写的那个黑板就叫做 blackboard。OK， 有没有记起来了呢？好，我们看下一个单字 ，book。book。book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书，我们平常看的那个书要翻的就叫做 book。OK， 有把它记起来了没有？好，我们看下一个单字 ，chalk。Chalk， chalk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粉笔，粉笔这个字叫 chalk。OK， 有把它记起来了没有 ？OK， 记得打开嘴巴，跟着我们 Ryan 老师一起来念哦。好，看下一个字 ，dictionary。dictionary， dictionary 这个字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生字，不知道啊这个字怎么念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翻字典，那字典这个字叫做 dictionary。OK， 好，记得哦 ，dictionary。那我们看下一个单字。Eraser， eraser。哇，如果不小心写错字了怎么办？要用 eraser 对不对？要啊，我们要用橡皮擦把它这个错字把它擦掉来做订正。所以橡皮擦的英文就叫做 eraser。OK， 好，下一个字。Letter， letter， letter 这个字就是平常你要写信给朋友的话，那个信要怎么说？就叫做 letter。OK， 写信的信 letter。好，我们看下一个字 ，map。map。map 这个字就是，如果说你要开车上路啦，要去找一个地方，你不知道的话，你必须要打开你的 map， 就是你的地图，来看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要怎么该怎么去这个一个地方。那 map 这个字就是地图的意思。好，下一个字 ，notebook。notebook。Notebook 这个字呢，它就是笔记本的意思。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用的笔记型电脑，你也可以叫做 Notebook。OK，
OK， 所以要把它记起来哦。Notebook， notebook。好，下一个单字。Page， page。Page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我们平常翻书的时候不是在翻一页一页一页的翻吗？那那个一页怎么一说？那一页两页这个页的就叫做 page， page。好，我们看下一个字。Paper， paper。Paper 这个字就是纸张的意思，我们平常那种一张两张那个纸张就叫 paper， paper。好，下一个单字是 pen。Pen， pen 就是我们说的圆珠笔 ，OK， 不管是红笔、蓝笔、绿色的啦，什么其他颜色，它是圆珠笔，就叫做 pen。好，下个字 ，pencil，pencil，pencil 这个字的意思叫做铅笔 ，OK， 我们写错了，可以用橡皮擦把它擦掉的那个字叫铅笔，叫做 pencil，OK、okay?。好，我们看下一个字是。Pencil box. Pencil box 这个字的意思叫做铅笔盒。那 box 就是盒子，就是比较硬的那种盒子，叫做 pencil box。那另外呢，它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叫做是 pencil case. Pencil case.Pencil case 就是我们说的，也是铅笔盒的意思。可是它的意思可能就是，比如说那铅笔袋啊，或是什么，它是比较软的，而不是那种硬的盒子的，叫做 pencil case。好，那下一个字是 picture。picture。picture 的意思可以当作是照片，也可以当作是图画，就是你平常画画的那种，它整个出来就是 picture， 或是你拍照出来的那个照片也叫 picture。OK， 我们记起来。好，看下一个单字是 postcard。postcard。postcard 这个字，比如说我今天去美国玩啊，或者是我去什么地方要做纪念的话，我就会去买明信片，对不对？那明信片把它寄给朋友，那明信片又怎么说呢？就叫做 postcard。postcard。好，我们看下一个单字 present。present。Present， 哇，最喜欢的。如果说你生日的时候最希望收到什么东西 ，present， 收到礼物，对不对？所以礼物这个字叫做 present， present。记下来没有？好，那下一个单字 ，ruler， ruler。如果说老师要我们说，哎，我们要画一条直线，可是如果我们画不直啊，那怎么办？要用什么东西来画？就是要用 ruler， 要有 ruler 帮忙，对不对 ？ruler 就是尺。我们要用尺来画直线 ，OK？ 所以记得尺的英文叫做 ruler，OK？、Okay? 那我们看下一个单字 ，workbook，workbook。有时候我们上完课的时候，老师会叫我们说：“嘿，把你的 workbook 拿出来，然后做你的练习题。”那 workbook 是什么呢？就是练习本、练习簿的意思。里面让你打开之后，你可以在里面做练习题的那个叫 workbook， 练习本 ，OK？ 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单字。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东西就是有关学校的一些科目。那科目的英文怎么说呢？记得 ，OK， 要 open your mouth and read for us， OK， 跟着我们一起念哦。好，我们看第一个字是 art， art， art 这个字就是艺术或是美术，所以学校的美术课就叫做 art。你记起来了？好，我们看下一个字 ，Chinese， Chinese。Chinese 就是你一定要念过这个字，因为这个字就是中文的意思。中文怎么说 Chinese？ 这字没有记起来，要打屁股哦。OK， 好，看下一个字是 English。English。English 这个字就是我们说的英文，英文就叫做 English。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学英文，对不对？所以这个字是你第一个要认识的哦 ，English。OK， 那这个字要怎么使用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例句。I major in English. I major in English.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这句话就是说呢，我的主修是英文，或者你要说我主修英文，就叫做 I major in English. OK， 好，我们看下一个字 ，History. History. 这个字的意思就叫做历史。
最初教的历史科，不管是台湾历史、美国历史或者是外国历史，都叫做 history。OK， 你把它记起来哦。好，看下一个单字 language。language。language 这个字就是语言 ，OK， 包括中文啊、英文啊、日文啊、德文啊、西班牙文啊，这些全部都叫做 language。OK， 好，我们看下一个单字是 math。math。math 这个字也叫做，就是我们说的数学。哇，说到数学就大家很头痛，对不对？可是这个字也要记起来哦 ，math， 它是一个缩写。那全名呢，就是底下这一个。我们请 Ryan 老师来念一次。Mathematics, mathematics, okay, mathematics, okay. 这个字比较不好发音，那所以我们平常都叫做 math 就可以了。Okay, 那我们看下个单字。Music, music, music 就是我们所谓的音乐课，在学校最喜欢上就是音乐课，对不对？可以这样唱唱跳跳的，很开心，对不对？所以 music 这个字要记起来哦。好，我们看下个单字。P.E. 这个字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P.E. 所说的就是体育课的意思。那体育课它其实 P.E. 它是一个缩写哦。它全名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Physical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Physical education 就是体育课它的全名，可是平常呢我们都讲 PE。 可是这个字要怎么使用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例句，底下的例句。 I like PE very much. I like PE very much. 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非常的喜欢上体育课。那怎么说呢？就叫做 I like PE very much。OK， 好，记起来了没有？我们看下一个字 ，cheerleader。cheerleader， 那个呼呼呼呼，哈哈哈哈，那个 cheerleader 就是啦啦队的意思。学生的啦啦队对不对？要很狂热的，吼吼吼吼 ，cheerleader， 啦啦队，把它记起来哦。好，我们看下一个字 ，class leader。class leader。Class leader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班上有一个要负责掌管全部的事物的那个班长，最大的班长，他的英文就叫做 class leader。Class leader， 记下来了没有？好，我们看下一个单字。Classmate， classmate， classmate 这个字就是我们班上的同学，一个班级是有很多个学生呢，那我们彼此就是同学，那同学的英文就叫做 classmate， 要把它记起来哦。OK， 好，我们看下一个单字。Friend, friend, friend 这个字就是朋友，朋友叫做 friend。OK， 把它记起来哦。好，看下一个单字。Student, student, student 这个字就是学生，在学校上课的学生就叫做 student, student。OK， 好，看下一个单字。Teacher.Teacher, teacher 这个字就是老师的意思。老师在学校教书的老师叫做 teacher。可是记得哦，你要叫老师的时候，你不可以讲说 "Hey, teacher, teacher"， 这是不对的哦。我们要叫什么 ？Teacher 它只是一个职称。那如果有时候你要叫老师的话，比如说是李老师，你就讲他，比如说男生就叫 Mr. Lee， 那女生叫做 Miss Lee。你不可以讲说 "Hey, teacher, teacher"， 这样子是不对的哦，要把它记起来。所以我们要看下一个字是。Answer, answer, answer 这个字就是答，那就是答复，去解答什么事情。那这个字要怎么使用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例句。I have a question, please answer me. I have a question, please answer m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嘿，我有个问题，能不能请你回答我呢？我有个问题，能不能请你为我解答呢 ？I have a question, please answer me. Okay, answer. 那知道怎么使用的吗？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问句，下一个字。Ask, ask, ask 这个字就是问的意思。Okay, 问问题的问就叫做 ask, ask. Okay, 好，我们看下一个单字是 learn,
learn. Learn 这个字就是学习 ，OK？ 学什么东西的学习就叫做 learn，OK？ 马记起来哦。好，看下一个单词是 listen。Listen。Listen 这个字就是听。比如说你要听我们刚刚学过的收音机，那听收音机的叫做 listen to the radio， listen to the radio， OK， 要把它记起来， listen 就是听的意思。好，那下一个单字是 mark， mark， mark 这个字就是做记号，做重点，就是划线那个记号，把它记下来，这个 mark。 那这个字平常要怎么使用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例句哦。Please mark the words that you don't know. Please mark the words that you don't know. 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有什么字不知道的话，请你把它做记号。Okay? 如果你有什么字你不知道、不了解的话，请你把它做个记号。Please mark the words that you don't know. Please mark the words that you don't know. Okay? 好，看下一个字。Pass 这个字呢，可以当成通过的意思，但是也可以当成是我们考试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及格是60分，对不对？如果你考60分以上呢，就表示你 pass the exams， 你通过考试了。但是如果说你没有通过，你是考59分啊，不及格的话呢，你就没有 pass 了。OK， 好，我们看下一个单字是 point。Point。Point 可以当作是指东西，或是说你可以讲说它指出什么什么事情。那这个字要怎么使用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例句。She pointed out the question. She pointed out the question. She pointed out the question， 意思是说，这个女孩子她发现问题，她把它指出来了，她指出来这个问题。OK， 所以把它给指出来了，就是要 point out。记起来了没有？好，看下一个单字是 practice。practice。practice 这个字的意思叫做练习，练习叫 practice。那这个字怎么使用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例句。practice makes perfect。practice makes perfect。有没有跟着 Ryan 老师来大声的念呢？Practice makes perfect， 意思就是我们中文常常说的，熟能生巧，熟能生巧，就是如果说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做练习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叫做 practice makes perfect。OK， 好，我们下一个单字是 prepare， prepare， prepare 这个字就是准备，比如说你要准备考试啦，准备要怎么做什么事情呢、啊？用的就是 prepare 这个字。OK， 准备做什么事？好，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单字是 read。read， read 这个字呢，就是读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在读报纸啊，我们在看报纸，或是我们在看书，或是我们在读一些什么文件类的东西，我们只要是用眼睛去看文字的这个动作叫做 read， 读 ，read， 读。OK， 好，看一下下一个单字 repeat。Repeat， repeat 这个字就是重复做一件事情，重复。那 repeat 这个字要怎么使用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例句是 ：Don't repeat the same mistake. Don't repeat the same mistake. Don't repeat the same mistake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同样的错误，请你不要再重复的犯。OK， 你不要犯第二次同样的错误。Don't repeat the same mistake. OK， 记起来了吗？好，看下一个单字。Say. Say. Say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话。OK， 说话的意思叫做 say。Say， 记起来了吗？好，看下一个单字。Speak. Speak.Speak 意思也是说的意思，可是它这边的 speak 当作是有点像是在说某种特定的语言，比如说 speak English 说英文，或是 speak Chinese 就是讲中文的意思，所以它是针对某种语言，所以你要去说。OK， 好，我们看下一个单字 ，spell，
spell. 有没有跟着 Ryan 老师大声的念呢？ Spell 的意思就是拼什么什么字，比如说English 是怎么拼，叫做 How to spell English， 就是 English， 这就是 spell 这个动作的用法。我们记起来了呢？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单字。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单字，记得哦，要打开你的嘴巴，跟着我们 Ryan 老师一起来念。OK， 好，我们看下一个单字是 study。Study 的意思就是读书、念书的意思。OK， 比如说我在看书啊，我在念准备明天要考试的东西，就这样 study。OK，study。好，我们看下一个单词是 talk。talk。talk 这个字就是说话的意思，我们平常讲话就叫做 talk。那这个字要怎么使用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例句，来。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在说什么啊？你在说什么啊？比如说对方讲一大堆事情，结果你听不太懂他讲什么东西，那你就可以问他说 ：“He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在讲些什么东西呢 ？”OK， 记起来了没有？好，我们看下一个单字是 teach。teach。teach 这个字就是教的意思，教学的教。OK。它不光是说老师在学校教学生用 teach 这个字，平常比如说，嘿，这个字怎么念啊？或者是说，哎，这个电视我不会开，怎么用？那说哈，这个我来教你啊，就用教这个字 teach。OK， 好，换一下下一个字是 understand。understand。understand 意思就是了解，了解。OK， 那这个字要怎么使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Do you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Do you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这个例句意思就是说，你了解这个问题吗？你知道这个问题在说些什么吗？ Do you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OK， 我们记起来了。好，看一下下一个例句，下一个单字是 write。write。Write 就是我们平常拿笔写东西的这个动作，我叫做 write， 就是写，写。OK， 好，看一下下一个单字 ，draw。draw 这个字呢，它可以当作是画画的意思，但是它也可以当作是平手或者是抽签。那当做平手，比如说比赛的时候平手，那这个字要怎么使用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例句 ：The competition ended。In a draw. The competition ended in a draw.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个竞赛呢，这个比赛呢，它最后呢，最后的结果是平手的。OK， 它这个比赛最后的结果是平手的。The competition ended in a draw. OK， 看一下下一个单字。Example. Example. Example 的意思就是例子。举例 ，OK， 那请你说举几个例子来听听看呢、啊？那个例子就叫做 example。好，我们看下个单字 ，exercise。exercise。exercise 这个字呢，可以当作是练习，也可以当作是运动。那做练习题啊，做一大堆练习啊，或者是做很多什么的，那这是就叫练习，叫做 exercise。或是说你要出外面去做运动呢，也可以当作是 exercise。OK， 好，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单字。Grade 就当作是学校的成绩 ，OK， 你得到那个成绩就叫做 grade。那这个字要怎么使用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例句。I got good grades this year. I got good grades this year.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今年啊，我念书念得很用功，所以我今年得到一个好成绩。那好的成绩叫做 good grades， 整句话就是 I got good grades this year， 我今年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成绩。好，看一下下一句 ，homework， 哇，学生都不喜欢这个东西，就是回家作业。有时候老师派那上课上就说好，今天的 homework 就是要写什么东西，然后学生就说哇，又要写 homework， 那家庭作业就叫做 homework。OK， 记起来了没有？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单字。Lesson 的意思就是课，
第几课第几课就叫 lesson， 比如说第一课叫 lesson 1， 第二课叫 lesson 2。 OK， 好，看一下下一个单字是 problem。 problem problem 这个意思就是问题，有问题， problem。 OK， problem。 好，那如果说没问题的话我们叫做 no problem。 no problem。 OK， 记起来了吗？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单字 question。Question， question， 它一样是问题的意思，可是 question 比较像是说，哎，考试所做题目的那种，那个题目就叫做 question， 或者是说你要问一个题目，问一个问题，那个叫做 question， 跟 problem 比较不一样。problem 是说可能某些东西它出了一些问题啊，然后我们就叫做 problem。可是如果说我们是要问问题，或者是说考试作答的那个题目就叫做 question。OK， 好，我们看下一个单字。Story， story， story 的意思就是故事，说故事就叫做 story。OK， 好，看下一个单字。Test， test， test 意思就是考试，考试就叫做 test， test。好，看下一个单字。好，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东西是有关于方向、方位。或是整个什么地点来讲 ，OK， 在什么方位啊 ？OK， 我们看一下方向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字。从我们来看第一个字 ，here， here， 记得要打开你的嘴巴哦。OK， here 意思就是这里，这里叫做 here。OK， 好，看下一个单字是 there， there， there 的意思就是那里，那里叫做 there。OK， 好，下一个单字 ，back， back， back 的意思就是后面。我们之前学过，它可以当作是背的意思，但是在这个地方 ，back 也可以当作是后面，后面叫做 back。OK， 好，看一下下一个单字 ，front， front， 刚好跟 back 相反 ，front 它的意思就是前面。前面叫做 front， OK。好，我们看下一个单字是 right， right， right 就是右边，我的右边，右边叫做 right， OK。看一下下一个单字 left， left， left 刚好跟 right 相反，是左边， OK， 左边叫 left。那这个字要怎么使用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例句。He writes with his left hand. He writes with his left hand. He writes with his left hand 意思是说他是用左手在写字的。OK， 就是我们说的左撇子啊。OK， 那他用左手写字，就是 he writes with his left hand. He writes with his left hand. OK， 我们看看下一个字。Middle. Middle.Middle 的意思就是中间 ，OK， 中间叫做 middle，middle， OK， 好，看一下下一个单字 ，east，east，east 就是我们说的东边，东方，就是太阳升起来的那个方向叫东方，就是 east。这个字要怎么使用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例句 ：The school is in the east of the city.The school is in the east of the city. 这句话意思是说，这间学校位于这个城市的东方。这个学校位于城市的东方。The school is in the east of the city. OK， 记起来了没有？那我们看下一个字。West. West. West 就是西方的意思，就是太阳落下下山的那个方向叫 west， 西方。OK， 好，我们看下一个单词是 South。South， 就是南方，南方就叫做 South， 那个 TH 要发的音 South。South， 你的牙，你的舌头要放在牙齿的中间。OK， 好，看一下下一个单词 North。North。North 就是北方，北方叫做 North， 一样哦，那个 TH 要发。North， North，
Okay.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很多一些地方的名字，比如说百货公司要怎么说啦，比如说面包店要怎么说呢？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字是 bakery。Bakery。Bakery 的意思就是面包店的意思，面包店叫做 bakery。Bakery。看下一个单字 ，bank， 银行就叫做 bank。Bank。好，下一个字 ，beach， beach， OK， beach 就是沙滩，沙滩的意思叫做 beach。我们平常去海边就喜欢在沙滩上玩，对不对？就是 beach。好，接下来我们看其他的单字 ，bookstore， 这个字就是书局、书店的意思。那你要买书的话，就要到 bookstore 去嘛。OK， 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单字是 church。Church， Church 就是我们说的教堂或者是教会。Okay, 好，我们看下一个。Department store， Department store， Department store 就是百货公司的意思，可以怎么念？是 Department store。那这个字呢，怎么使用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用法。I went to the department store to buy a shirt. I went to the department store.To buy a shirt， 这句话意思是说，我去百货公司买一件衬衫。我去百货公司买一件衬衫，叫做 I went to the department store to buy a shirt。OK， 好，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单字 ，factory。Factory， factory 就是我们说的工厂，工厂就叫做 factory。OK， 好，看下一个单字是 fast。Food restaurant, fast food restaurant, fast food restaurant 这意思就是速食餐厅，速食餐厅，比如说麦当劳、肯德基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这些地方就叫做 fast food restaurant， 里面有卖汉堡啦、炸鸡啦、薯条啦、可乐啊这个地方，可以记下来吗？好，那下一个单词是 fire station, fire station。Fire station 的意思就是消防局或是消防队。如果说哪里失火了，要打119，然后叫消防队来帮忙救火，就叫做 fire station。Fire station。OK， 好，看下一个单词是 flower shop。Flower shop。Flower shop 这个意思就是花店。OK， 花店嘛，花的地方。那这个字怎么使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例句。She bought flowers from the flower shop. She bought flowers from the flower shop.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她在花店里面买了许多的花。她在花店里面买了许多的花。She bought flowers from the flower shop. OK， 好，看一下下一个字。Hospital. Hospital.Hospital 就是我们说的医院，大医院就叫做 hospital，hospital， OK， 好，下一个字是 hotel，hotel，hotel 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大饭店 ，OK， 我们去玩的话要住在饭店里面，叫做 hotel，hotel，OK，、okay? 好，下一个单字 market，market。Market 就是我们说的市场，就是我们说的菜市场。爸爸妈妈要去买菜啊，买鱼啊，或者是买一些我们要做饭用的材料的地方，就叫做 market。Market， OK。好，看一下下一个单字。Men's room， men's room， men's room 意思就是男生的厕所 ，OK， 男生的厕所，男生的洗手间叫 men's room。Men's room， OK， 好，现在下一个单字是 movie theater， movie theater， movie theater 就是我们看电影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电影院。如果你要看电影的话，就要到 movie theater 去， OK， 记起来了没有？好，看下一个单字 museum， museum， museum 就是我们所谓的博物馆啊，美术馆啊。不过通常来讲 museum 的话就是博物馆，那我们去博物馆的话英文就叫做 museum。 好，下一个字 office，
office. Office 就是所谓的办公室，我们爸爸妈妈上班的地方，就是我们去，然后进去那个地方就叫做 office 办公室。OK， 好，下一个单字。Park. Park. Park 就是公园的意思，公园叫做 park. Park. OK， 好，下一个单字。Post office.Post office， 有没有跟着 Ryan 老师一起念呢 ？Post office 就是邮局，你要去寄信啊、寄包裹啊、领信的地方叫做 post office。Post office， OK， 赶快下个单字。Restroom， restroom。我们刚刚学了一个男生的厕所叫做 men's room， 对不对？那现在学的 restroom 就是死的洗手间一样，是洗手间。不过它这个比较没有分男生女生，它就是 restroom 就是洗手间的意思。好，下一个字 ，restaurant， restaurant， restaurant 意思就是餐厅。我们平常出去外面，爸爸妈妈说好，我们今天上馆子吃饭呢，上餐厅去吃饭呢。餐厅的英文叫做 restaurant。Restaurant 有记起来了吗 ？OK， 我们看下一个单字。Shop， 它意思就是商店的意思，商店叫做 shop。OK， 看下一个单字。Store 的意思就是我们所谓的零售店，零售店或是那种干嘛店、杂货店叫 store。OK。好，下一个单字。Supermarket。我们刚刚学过菜市场叫 market， 可是 supermarket 就是那种超级市场。超级市场平常可以买到很多东西的，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的叫 supermarket， 超级市场。好，你看下一个单字是 zoo。Zoo 就是小朋友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动物的动物园，动物园叫做 Zoo， 记起来了没有？好，看下一个单字 ，City 的意思就是城市，城市，比如说台北市叫台北 City， 高雄市叫高雄 City， OK， 好，看一下下一个字 ，Country。Country 这个只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国家的意思，那另外一个是它可以当作是乡下的意思。那当作乡下的话，要怎么使用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用法。My grandparents live in the country. My grandparents live in the country. 这句话意思是我的爷爷奶奶住在乡下。我的爷爷奶奶住在乡下。My grandparents live in the country. My grandparents live in the country. OK，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字。Farm. Farm. Farm 的意思就是农田，农田、农场，意思叫做 farm。Farm， OK， 就是农夫要去插秧啊，或者是说要去种田，这个地方叫 farm。记下来吗？好，下一个单字。Place 这个字就是地方，什么什么地方叫做 place。好，看一下下一个字 ，town。town 的意思就是镇，乡镇的镇。OK， 比如说它比城市小一点，这个镇叫做 town。town。好，我们看下一个单字。Transportation 就是交通工具、运输工具，比如说车啊、火车啊、飞机啊，这些都是 transportation。那在 transportation 里面，这些交通工具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字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字 ，airplane 这个字就是飞机，我们要出国啦，或是要坐长途的，我们必须要坐飞机，比较节省时间，就叫做 airplane。airplane， 好，那下一个字 ，bicycle 就是脚踏车，脚踏车叫做 bicycle。
bicycle， 有记起来了没有？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单字。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单字，请跟我们一起念 ，boat。boat， boat 这个字呢就是船的意思，不过它指的是比较小型的船，叫做 boat。boat， 好，看下一个单字 ，bus。bus， bus 这个字呢就是公车，或者是说我们平常说的 bus。OK， 记起来了没有？好，看下一个单字 ，car。car， car 就是我们说的轿车，那种汽车叫做 car。car， 好，下一个单字 ，motorcycle。motorcycle， 就是我们说的摩托车 ，motorcycle。motorcycle。OK， 好，我们看下一个单字是 ship。ship。OK， ship 这个字呢，讲的就是属于船，那不过是属于比较大型的船，叫做 ship。ship。OK， 好，下一个单字 taxi。taxi。taxi 就是计程车，计程车叫 taxi。taxi。OK， 好，看下一个单字 train。train。train 的意思就是火车的意思，火车 train。好，下一个字 truck。truck。truck 的意思就是卡车，就是我们平常说拖拉机。OK， 卡车叫 truck。下一个字 airport。airport。airport 就是我们说的机场、飞机场、停飞机的地方。机场 ，OK， airport。好，下一个字 ，bus stop。bus stop。bus stop 就是我们说的公车站，公车站，我们搭公车的地方。好，下一个字 ，station。station。station 就是我们说的站，什么什么站叫做 station。好，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字 ，train station。train station， train station 就是我们说的火车站，火车站。好，下一个字 ，bridge， bridge， bridge 的意思就是桥，桥，我们要过走过那个桥 ，bridge。好，下一个字 ，railway， railway， railway 它的就是铁路。铁路叫做 railway。 好，下一个 sidewalk。 sidewalk。 sidewalk 就是我们道路两旁是不是有给路人行走的那个人行道，那人行道的英文就叫做 sidewalk。 sidewalk。 OK， 好，下一个字 arrive。 arrive。 arrive 的意思就是抵达，到达的意思。那这个字要怎么使用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例句。David arrived at school. David arrived at school. Okay, David 他到达了学校。这句话意思就是 David 他到达了学校。记下来了吗？好，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单字是 cross. cross. cross 的意思就是穿过，或比如说穿越马路叫 cross the road. Okay, 记下来了 cross 穿过。好，看一下下一个单字是。Drive， drive， drive 的意思就是开车驾驶，叫做 drive， drive。好，看下一个单字。Ride， ride， ride 的意思就是骑摩托车啊，或者是骑脚踏车，那个骑这个动作叫 ride。OK， 好，下一个字。Sail， sail。Sail 这个字就是在海上航行的意思，海上航行 ，sail。好，下一个字 ，turn。turn。turn 这个就是转弯的意思。好，我们看下这个字要怎么使用。Turn right at the corner and you'll see the bank. Turn right at the corner and you'll see the bank. 好，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下一个。转弯的地方呢，你在下一个路口的地方转，往左边啊，往右转，你就可以看到银行。OK， 在下一个路口右转，你就看到银行。记起来了没有？
好，那我们就先，那我们就继续讲下一个单字。